谁胖啊？我们怎么胖啊？是不是？你瘦啊？少当着金子面说他胖，金子就不爱听这，不高兴。你看，郁闷了吧？谁说金子胖啊？你看他生气了吧？你瞧给我孩子气的。咱不胖啊，别生气，听见没有？老爷看看，生气没有？握手，快握个手。他哪儿生气了？老爷不让上沙发，早就生气了。这上沙发高兴了，这沙发就是你的了，啊！今天第一顿餐，炖鸡肉，清炖鸡肉加两根胡萝卜，行不行？啊？行，你一听说炖鸡肉，你又乐了。明儿还有牛肉呢，啊，后头咱还吃羊肉呢，知道吗？啊，再过两天，老爷给你弄点那个驴肉，啊，驴肉，驴肉行不行？啊，行吧？啊，当我抱着吗？你怎么抱他不抱我，我也要抱抱。不开心，哥别生气，我走。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呦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哦，嗯，怎么上床了？金子，怎么又跑床上来了？哎，不是给买俩沙发的吗？你不在沙发上睡了？现在下来，那换季掉毛掉得厉害，你别老惯着它在床上躺着。一床单的毛，我怎么弄啊？你看味儿特上头，我还得换床单。不用那么麻烦呀，用 Ulam 除螨仪就行了，装个香薰片，保准又香又干净。看这床上尘螨指数挺高的吧？不清理干净，晚上睡觉身上都痒。吸出来这么多狗毛和尘螨，收拾完屋里香香的，一点狗味都没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抱吧。哎呦，我抱公主去。金子，过来上老爷这儿来，别生气。不是生气了，妈妈抱完你又抱公主去了。我还告诉你啊，这个都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啊，女人都是善变的，善变的。让金子面对弟弟抢玩具。哎，乖一点。别换咬手了，哎，好嘛，活的就吃啊！来，您啃这大盆。哎呀呵。从上次金子在宠物乐园的泳池里学会了游泳，并且成功超越了银子和王子，金子就爱上了游泳这项运动。回家以后呢，就对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那他都是怎么表达兴趣的呢？你也泡脚啊？就这好奇，你说怎么闹啊？给金子也端个盆在边上泡得了。炸！哎，我也不知道，那干嘛去？那我先洗澡去了。那去。啊！喂！哦，你是 Crossy Lake Last Side？ 你干嘛呢，金子？这是妈妈半个小时之前放的水，我要洗澡用的。这是浴缸，不是泳池，大哥。这是你自己美吧，不是水草，哎。给老爷掉毛巾干嘛呀？你身上是干的呀，得毛湿了才能擦呀。游泳去，游泳去。老爷叫妈妈来上台来，咱上哪儿游泳去？我看网上说有一个小湖挺好玩的，你看这儿要不要带金子玩会儿？哎，行，那咱准备出门吧。啊，行，金子玩水去，走。金子上车吧。哟，这是那个超混电驱奇骏吧？金子快上车。车后排真宽敞，这座椅也舒服。金子来坐老爷这儿。不光空间大，适合带金子出门。您坐的这个呀，还是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真皮座椅，坐久了也不会累。之前啊，我老说想换台电车，但是您不是觉得还是油车更方便吗？正好这台超混电驱奇骏就是油车，不用担心充电问题，而且100%纯电驱，动力特好，开起来跟电车一样。它还有5种模式可以选，什么路况都能适应，经济环保又省油。那挺贵的吧？那可没有，不到19万，性价比超高吧？
们到啦！这一大德牧哎，姐姐，你们也来游泳的？那咱一块儿吧。Later， 过来歇会儿，别游了。回家了，该回家了，宝宝，该回家了。又一圈，先走了。那得了，玩吧玩吧。你们家石头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石头，你有个德牧，然后长得跟你特别像，叫银子，要不要认识一下？咱们加个微信，交个男朋友可以吗？交个男朋友可以吗？姨特别喜欢你，行不行？可以。阿雄吧。哎呦，好好好，来。这小狗，这追去。啊啊！我在这儿呢。你的鼻子怎么不好使啊？你拿鼻子不找老爷啊？我再瞧瞧。黑宝，黑宝。啊！来吧你，刚才找不着老爷是不是着急了？你别害怕，老爷刚才是骗你的，藏起来，特意逗你玩的。再说了，有一天你真跟老爷走散了，咱也不害怕。老爷不是给你带着宠物身份证了吗？别人扫码就能联系到老爷，老爷和妈妈呢也能看见你在哪儿。支付宝呢搜索撸宠就能免费领，有它呢还能免费体检和24小时线上健康咨询。你看这妞了，她就不敢离开我了，知道吗？但是老爷还得锻炼锻炼你，老爷现在开始藏起来啊！我准备跑了啊，走！我这回给他来一快篮，那边不摔死，腰得折，这不行，那树啊太宽了，我这身体不行了。现在要是年轻时候这么窄，我就过去了，是吧？现在不行了，我趁机子不注意啊，我再藏一藏。啊！哎呦，金木！哎呦，这傻小子！